大家好，好久不见，我是鸭卡斯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国产独立武侠风肉鸽类的硬核游戏，叫做《嗜血印》。这个游戏呢，目前还处于 EA 阶段，所以还有很多地方不够完善，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资金去慢慢完善它。然后可游玩的内容的话，也大概只有打得快的话几十分钟，慢的话一两个小时就可以体验完，相当于是一个试玩版。因为这游戏上手还是有一定的难度，再加上本身是 roguelike， 每一次进游戏地图的配置、敌人的位置、包括物品的出现位置都会不同，所以每个人游玩的时长都会稍微有一些不一样。具体的话就等1月16号正式发售之后各位去自行体验吧。最后也非常感谢游戏的制作人李驰成李叔，让我有机会能够提前游玩到这款游戏，也非常感谢李叔。接下来我就要准备正式开始了。一开始主角在一个牢房里面苏醒过来，由于现在是 EA 阶段，所以对话都是没有配音的。可以操控之后去把前面这个武器捡起来，是一根木棍，选择装备，把装备起来，然后消灭这三个敌人，使用终结技。拾取墨门钥匙，等下可以开门离开这儿，把其他这些亮点都去调查一下，可以获得一些物品和红魂。这个木箱开一下，获得了一些血琥珀和一些防具，把防具装备一下。刚才还获得了一把虎口铡，把它给装备上。使用木门钥匙离开这儿。这边的墙壁可以使用重武器把它砸开。红色的箱代表里面都是红魂，可以拾取一下。红魂可以在商店里面购买血琥珀和防具武器之类的东西。血琥珀的话是可以用来升那个对应的技能。这边独木桥小心点，不然很容易像我这样直接掉下去。每掉一次会扣一点血。这边的机关要小心点，这个砸一下还是很疼的。被敌人摁倒了，赶紧连点 QT 把他给挣脱开。这边减慢速度，悄悄靠近，可以将他暗杀掉。又是个血琥珀，血琥珀用来升级的话，要把它对应的那个技能所需要的血琥珀的数量凑齐，才能升级技能。
把点终结掉。终结技的话，再把别人打出硬直，或者你使用技能把它弹开之后，就会进行处决。荒弃残叶的话，可以用来玩小游戏。好，这边打出硬直，直接处决掉。玩小游戏的话，可以获得一些装备，还是挺不错的。大家找到特定的 NPC。绿箱子里面装的是绿魂，我要回血的。那边那个发亮的石碑，它就是商店。这边启动机关，把门打开。这边是一个 NPC， 跟他对话，会掉一点红魂。这边有一堵墙，可以用重武器把它砸开。这种地方最好是爬下来，因为如果跳下来会掉血。这种箱子就代表里面有各种东西，有各种魂和一些物品，就是混合箱。从这边的梯子爬上去，这边有敌人直接冲过去把他解决。又是个化工系残叶，一个靴子，把这敌人消灭掉。把刚才捡到的一些装备都装备上，增加一下防御力。相同的装备的位置就看哪个防御力更高，不过一些参数上面的对比，优先去装备更好的装备会更加有利。敌人连续防御的话，你可以绕到背后对他造成伤害，或者说使用强力招数，像这种使用替身攻击把他砸开，用他的防都是比较好的手段。获得木门钥匙，这个紫色的灯是用来把你学到的那些血琥珀的技能给取消掉。替身把他崩开，直接强行攻击把他的那个防御给破开了。然后还有很多特定的招是可以专门用来破防的，这个需要使用红魂来学，在那个菜单打开之后招式里面去学。这边可以跳上来，然后慢慢走过去。把那边东西都拾取一下。这边有个精英怪，我响应他的攻击，非常疼，不要跟他正面硬刚。也不管咋了，箱子开一下。等他下的时候再跟他打。哎，好吧，这个是一个技能。死亡之后，你可以用 QTE 把自己复活，不然的话，在这死了的话，他又得从头开始。那边也没什么东西可以拿，直接走吧，去吧。刚才那边没有探索，等再探索一下。
吧，这边又回到刚才那个地方了，那就直接开门走吧。把这边箱子破坏一下。再仔细搜刮一下，有没有什么遗漏的地方？没有，那就直接走吧。这个也是一个技能，在敌人攻击的瞬间回避，就可以让他们的速度变慢。好，这边有一群敌人，直接把怪复活。好，直接使用那个技能把它给弹开了，然后处决掉。是一个血琥珀的被动技能，在敌人攻击的瞬间，你按攻击可以把它打开。接下来就准备打 boss 战了。boss 直接在他正面打的时候，然后等他攻击的瞬间直接回避，把那个回避减速给用出来。哎，这边是强行 QT， 必须被他抓一次。继续正面攻击，然后回避，没回避成功。躲一下，这个会让人晕眩。好，残血的直接 QT 七成，可以在这个时候控制他来攻击其他的敌人。全部消灭完之后，使用中毒就没事了。把这边绿箱子开一下，这是强制通话。你把这箱子撞一下，没有魂。紫魂的话是回复那个嗜血槽，血槽是可以用来释放一些技能。这边有一个彩蛋。这是翼龙的工作室的办公室，然后墙上有一个征集令，是一个比赛，然后桌子上面还有一个复活用的那个回魂符，可以顶一条命。那个征集令的话，大家可以去仔细看一下，到时候大家到时候把试玩的视频录制视频投到 B 站，然后第一名的话是可以拿到一个现金大奖，然后还有 BOSS 的一些那个比赛也是一个现金奖，具体的内容规则到时候可以大家自己去看一下。这边现在来到了另外一个场景，从地牢出来之后来到了一个山谷，山谷这边的地形也是会随机生成，每次重新来的话，这边地貌都会有些不同。小心地上的夹子，夹一下还是很疼的。把这边的亮点都捡一下，这边绳子是陷阱，要跳过去。这边一个精英怪，守着一个箱子，直接重击把它击飞，躲避，减速，继续从中间击飞。直接收拾掉。然后这边有一个特殊宝箱，上面有一个解谜游戏，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，这个叫华容道，只需要把那个钥匙从
左边移动到右边的出口出去，这个箱子就可以解开了。然后这种宝箱里面一般都会有非常丰厚的奖励，各种魂、血琥珀、装备、防具之类的有很多，但是里面的品质会是随机出现，比较好的话是金色的，最差的是白色，这个完全看脸。然后这个谜题的难度也是每次会随机，有时候会非常简单，有时候会特别难。好，解开了，没有满地的装备和物品，非常爽。把刚才捡到的事情，第一个加血的这个就凑齐了。然后招式的话不用学了，武器更换一下。有人打我，先跑。直接从这边走。我们遇到敌人了，直接崩防。强行拉到房子里面去了，直接处决掉。这个空中敌人还是优先把他解决掉，不然他吐那个球还是很烦人的。试一下箱子里的东西，这个玉米也是相当于用来玩小游戏的道具，但是现在没遇到 NPC 玩不了。把钥匙拿一下，什么钥匙离开这儿。这边的话如果不掉下去，底下那些怪是不用打的。慢慢跳过去，把这个箱子开一下。这边夹子，哎呀，被夹到了。这边直接闪开，然后就先走。先从这边走，小心夹子。待会过去看一下，哎，有箱子。哦，绿箱子不用拿，这边加的小心点。开这个混合宝箱，把血琥珀子拿一下，然后底下有东西，方天画戟，好东西。这个房子上面的东西拿一下，然后从这儿走。这边有群敌人，还是先不打吧。这边的话要到对面去，慢慢走过去，要往这儿跳，再跳，跳到这边，又有黄龙道宝箱，需要解谜。不过这个看起来好像有点复杂。解开了，又是一地的东西。先更换一下装备，
不同的装备它的外观款式都是不一样的，也可以穿一套，也可以混搭，都可以把血琥珀技能强化一下。然后看一下商店，哎，选错，先不要装备出售的，换成红魂，就是血灵。然后看有没有什么值得购买的血琥珀。每个血琥珀单独的名字是对应的单独的技能。这个正好又可以升一次了，把它给升级一下。然后跳过去离开这儿，得把这个箱子拿一下。这边看一下啊，这边还有东西。哎，又回到这儿了。干脆把他们都收拾掉吧。这个大鬼晕眩了，摇摇那个左摇杆的摇开，解除这个硬直。敌人防御的话，直接使用替身，把他给封防。替身这个招的话，也是要专门用血琥珀去习得，一开始是没有的，还可以多注意一下。比较推荐的技能的话，就是这个使用替身攻击，然后还可以回血这一招，再就是回避减速，还有就是原地复活，但原地复活那个是要消耗东西的。这三个是比较推荐习得的技能，其他的就看个人喜好了。好，然后还有那个敌人攻击瞬间你使用普通攻击，类似于防反的一个技能。哎，怎么进不去？好像还是进不去。算了，先不管了。从这边跳上去，掉下来了，继续跳，再到这边，直接打飞，哎，从这回去吧。这边先把这个箱子拿一下。这边又有擎天，直接开打吧。闪避成功。多用重攻击把敌人击飞。给打散会更加方便击杀，直接处决。没有钥匙走不了，钥匙一般都会在那个精英怪手把这个家人处决掉。实在不好打可以直接追着那个精英怪打吧，打死拿掉直接跑也可以，不一定非得能够杀掉。钥匙掉渣了，这小怪好烦啊！捡一下，好，赶紧走。好，这边有个宝箱，拿一下。
这些散落的物品都需要手动捡，但这些魂的话不用，直接走，它会慢慢飞到你身上来。这边的话是最终 BOSS 战，啊，这边再看，这边有个商店，然后商店还有功能，你把它点开之后关闭了之后，你的血和那个嗜血槽，就是纸条都会加满。这动画我就不看了，直接跳过。然后这个 BOSS 战的话，每次，因为它整个那个地图是随机的嘛，最后这个试玩版最终 BOSS 战其实并不一定是这个 BOSS， 也可能是另外一个 BOSS。至于是哪个 BOSS， 到时候你自己玩的时候，有可能会遇到另外一个 BOSS。这个 BOSS 相对简单一点，另外一个 BOSS 也非常难。我把他那个回血那个招数给打乱了。不然等一下他会招出一个防护罩，旁边几个炉子不停地给他加血，要把炉子打爆，然后还有几个杂兵护过来干扰。我正好放了一个技能把直接弄死了，所以说没让他加血，没让他召唤成那个杂兵，比较走运。通关时间24分钟，还行啊。这个就是李树啊，长得非常的别致啊。这样的话试玩版就到此结束了，也希望大家1月16号多多支持这款国产独立游戏《嗜血印》，也多多支持李树。那么各位再见，拜拜。